机器人革命是一部关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纪录片。这部影片深入探讨了这些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影片中介绍了一些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和智能系统，以及这些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工程学方法。影片开始时，观众将了解机器人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工作，这包括机器人的不同类型、设计和用途，以及机器人如何通过感应器、运动控制和人工智能来实现各种任务。观众将会看到机器人在制造业、农业、医疗、教育等不同领域的应用。影片还介绍了一些令人惊叹的智能系统，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这些技术背后的原理和方法将被解释，以及他们如何帮助机器人和其他智能系统更好地完成任务。影片还探讨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观众将看到机器人和智能系统如何在各个行业中取代人类工作，并且如何帮助人类更高效地完成任务。此外，影片还将讨论机器人和智能系统如何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例如运输、环境、医疗等。最后，影片将探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对社会和人类的影响，以及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可能会导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影片结束时，观众将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他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未来。